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三福。然后呢，今天我要开什么呢？开一个我买的东西。讲，好啦，其实就是我跟人家收牌啦。然后他说，跟一位网友，粉丝啦，他叫洛基。然后他说，我刚买了一些牌，然后他说有一些牌要直接给我，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那就开看看吧。他叫我反着开啊，但是实际上是不是正确的位置我也不知道。好像对了，是正确的位置，有点沉。胶原全效活颜礼盒，傻货，胶原强效活颜礼盒。好，这是礼盒，这是礼盒，怎么开啊？对啊，哦，有他，哦，他有胶带。我想说，原来有胶带才不会掉。好，一边，两边都有，也是很搞纲的。好了，姜，好像有点多哎。这是顺序吗？Open 顺序，我看得不太懂。一，有点不懂，对吧？我突然看不懂，是一样的东西吗？是配对吗？是吗？我看不懂，一一四，一二三四，一，还是反的是吗？嗯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不明所以，完蛋了。一二对，应该三是，四，应该是这样，对了，可以这样。然后，所以我要开的顺序是一二三四。好，那我就要先开这个。还有没开？它这个有什么选？好像觉得有点累。拿个椅子好了，蹲的好累。他真的迟到。打光，打灯，好了。觉得好累。我的麦克风。好，来看究竟是什么？是不是卡套？治疗之神，摄影师机，不是摄影师，不是摄影师，摄影师精灵卡。哦，有新龙哎！天哪，虚无魔王！哎呦，美英的哦，女孩，浮雕会必须类，半泽水兽王，圣剑 Kiss Galiba 与传说预言者哎，好像有点，有点面熟啊！魔神骑士，宝剑，魔神骑士皇。传说中，哎呀，首领黄 H，这边都不是买的哦，这是不是买的？哇，战神复制火，哎，天哪，这都是新卡，哇，超重武者 AC，哇，人物虫，这是复刻觉醒的魔导剑士，羽球派，红月星，好，再就是攻击，哇，要到不知火，哎，好，这叫什么？我突然想不起来，机那动个机啊。气动机，对。嘿嘿嘿嘿，狂欸！还有操纵者 B，操纵魔兽啊，神鸟一击。哦，这是那个啦，召唤兽的啊，召唤兽的装限定卡，哦，不是植物，钢犬，那个十二兽的环境，烟，是银魔啊，好像是欸，对，银仆，跟钢犬，灵魂鸟。魂处所，我感觉这样子讲好像也蛮小声的。我要讲话大声一点才行。幻想召唤师，这个现在在那个游戏王那个网游里面，然后 SUR 卡超难抽的。超难受。哦呦，青蛙欸，什么青蛙我也不知道，刚好没在玩。捕食祸星，不懂，对这张没什么印象。
是吗？我怎么没印象啊？好吧，好，第一盒开完了，然后嘞，二是这个，哇塞，这包子很厉害啊！嗯，我突然觉得好像我究竟买了什么？我究竟买了什么？是不是我买的？这太大包了吧？这个还是跟委托开盒差不多。委托开盒之五，这里其实不是五，不是委托开盒，这个是那个吧？剪断。刚是那个，哦对啊，哎呦，还是那个，还是中文版的《暗黑界》的卡纸场地，收不回去，收回去就不好收了。看好久了，好，先看这边。哎呦，不对，他怎么放的？嗯？我摸不到底耶。哦，他这个是塞在上面的。好，先看这边好了。又是超重魔兽。哇，宝石，宝石都是普卡比较多。摸到骑兵 EP16， 有些新卡也有很多是旧卡。这个是海马太欧派的，这是好多是那个外星生物，不是外星生物，好北控守护者、天球、光波、横纲犬。哎呦，这样好像不是吧？对啊。我忘记了，这我之前没开过的样子，这个白骨公主吧，我也忘了。哇，一套那个文具人，雷帝加成风波骑士 ，WW 重装武者，哦，哎，这个都复刻的 ，DP16、17。哦，疯子引导，做诅咒，精致的心情卡，好，这边看完，再是这边，我觉得有点多啊，我也没有很多，魔龙心，刚才是你对的，我都是他们看，龙心呢、欸，龙心，龙决心。的旋律，中文，超量是被我遗忘的牌组，被我拆光了，这首一样，文具人，超多文具人，哇，一套文具人，啊，狂，我七重机，好，第二集结束了，第二盒结束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那个巨神龙复活，好，那我们再第三盒。可是上面的0114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不懂。不懂，真的不懂。掉了，卡到。哦，这边是我买的，眼叉，两张，这不是黑龙，黑魔导 ，DP16。神龙骑士精亮，天使残，哇！中文版为海神，心之力，电子光虫，中文版的兽王狮子武装，重装甲列车，发条 DA， 哇！这是旧牌了，这小魔人，电子光虫，发条冲攻，这是复刻的，是什么？大小乔，尊敬，圣皇后，丁夫人，干皇后。这是什么牌啊 ？Sega 的哦，《三国志大战三》这有点惊吓。好了，最后一盒，最后一盒第四盒。这盒子感质感感觉不错啊，不好开。
看样子这应该是我买的东西。这是什么壳子？这壳子看起来不错。好了，这应该是我买的东西了。隔板？为什么这隔板呢、啊？我都没看过。哇 ，PG 哎、欸、，PG 真红与黑龙哎、欸，很久了、欸。好，这是我买的龙戒指 P， 龙戒指 P， 我们全部都翻转，就收一套翻转，对啊，收一套翻转。挑选，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要的。好，好了。哎、欸，这隔板为什么我好像都没有？这靠卡套里面的吧？可为什么有些我没有啊？因为我没买那么多卡套，难受香菇，因为我没有，可怜。好了，所以这次主要就是我买了翻转这一套龙剑士、龙魔王，然后额外这样，因为纯粹就翻转好看，想收藏。好。好了，开完了，三个是亮点。哇，这种可以用 PG 版 ，PG 版我忘记 PG 是哪一个 ，PG 是青眼白龙那一盒吗？不是，青眼白龙是 LB。突然想不到 PG 是什么，不是，这是补充包，补充包的这种的，这个年代久远的了。这也不是 P 5的，是 P G 的。这种框框看起来不错，蛮厉害的。好，这边是收的牌。好，那我们开盒开完啦。神奇之开盒。就是我已经不知道这个干嘛定位在哪里。可能就是我买的。要开清单，很麻烦。这个是那个 S D 二十九的。这也太多了吧！我操，这个是那个，这应该是 SD 28吧，恐怖的。然后这个八还有27，我忘记了。什么27是英雄？哦，对，这个28，28的卡那个是电的。好，那么开完了，把这个给吓到。我不是只买，只不是只买一叠而已。我不只买一叠，我突然拿到东西有点多。好，谢谢我们这位洛基大大，跟他买东西就给我那么多东西。我说实在，这个顺序我还是有点看不懂，应该是一二三四没错吧？但是这0114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点不解。好了，总之我开完，还拿到不少的。隔板，它有差。好，那算是开箱成功。开箱成功。好啦，我们开完了。希望这次我觉得这个收益有点快。明明我在旁边讲，可是他却收的没有说很多。好，没关系，开完了。好啦，没有什么做总结了，反正就是一个。我买的东西的开盒，还要帮别人买的啦，不止我自己，只是他顺便就是寄了其他东西给我。好，总共有四碟，这是我们开的第一碟，不是第一碟是，我也忘了，第一碟是在下面，第一碟在这个下面，然后是后面才开的。好，开完了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我的影片按喜欢。然后想持续追踪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我的影片按订阅，再到我的事业按赞。我是三福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